两个最厉害的吗？费伯清老师为胡适第四代传人，马月良老师的入室弟子。为什么没有保护的人？为什么没有保护的人？老婆，弄好的话，这个铁板的话，补充一下。徐敏静老师为费伯清老师的入室弟子。哎，谁？哈哈，小鸡啊，徐明俊。来，等小的啊，农村上现在过来了，大概多少人到的？好，那谁还没去过？没去过。啊，请马家豹老师做好准备。Thank you.